欢迎嚟到一线通智守护 App 入面嘅智能世界。我叫做阿智，系呢度嘅负责人。佢叫阿守，系我嘅助手。我哋嘅职责就系24小时守护每个主人嘅平安。不公，主人系时候食药啦。俾啦俾啦，主人睇唔到提示啊！但系血压药一定要准时食噶。唔使惊，刹那间嘅睇唔到唔代表永恒嘅。过多几分钟我哋再提佢，包佢睇到。即系10:35再提佢。10:35，够钟啦够钟啦！我而家再传送提示。哎呀，真系大头虾，差啲唔记得食药添。吓，药唔可以食错噶，食错咗主人点算啊？我哋点算啊？唔使惊嘅，阿嫂，有我哋喺度嘛。原来拎错咗，今次真系多得阿志咁努力咁守护主人。今次真系大头虾变笑哈哈咧，都要有阿嫂你帮手嘅。最紧要系确保大家服药依时，应药 easy。阿志啊！呢度好似好三面口咁样喎。放心啦，无论遇到咩问题，只要主人揿下呢粒掣，热线中心嘅职员就会马上为主人提供支援嘅啦。主人嘅屋企人好似好担心佢，咁点算啊？定啲嚟，我哋可以将佢嘅位置 send 俾佢嘅屋企人，有我哋陪佢游历四方，屋企人就唔使心慌啦。哎呀，主人已经有一日冇掂过个电话啦。真是一日不喐，如隔三秋啊！好啦，我哋一于揾热线中心嘅职员关心下主人啦。喂，一线通平安中，我系马姑娘啊。陈小姐，你一日冇喐过个电话咯，你冇事嘛？冇事啊，马姑娘，我挂住煲剧冇睇到电话啫嘛。哦，咁你冇事就好啦。啊，系啊，马姑娘。我之前用智守护 App 预约政府门诊，是不是成功帮我约到了？是啊，已经约到了，使不使帮你安排翻管家二的陪诊服务呢？好啊，马姑娘你真是细心啊！哎呀，马姑娘真是好靓啊！仲要记住复诊前再提醒主人啊！是的，阿志，是要细心关心同埋贴心啊嘛！哇，最紧要我哋嘅主人安心同埋开心。一线通智守护 App 配备个人健康管理、位置搜寻、守护服务同紧急支援等多项功能，24小时守护你安全同健康，即刻查询登记啦！一线通全方位守护你。